现在各位所在的地方是南温泉，男宾三位，取下手牌。热水，节目组人性化。在古代，人们常常将温泉水视为一种神奇的药物。啊！你需要试试吗？你来呀，你来呀！好奇怪。《黄帝内经》里更是将温泉视为一种自然疗法，强调其与人体经络、气血的密切联系。哎呦，这么舒服呢！到了现代，科学研究表明，泡温泉在改善血液循环、促进新陈代谢、缓解疲劳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。今天大家就尽情的享受温泉吧，尽情的泡吧。麻烦一人给发个走巾，我帮你。没有任务吗？接下来我们要挑战的任务是浪里小白桶，每个组别只用弹力绳将一个大的和三个小的桶从起点运送至终点。啊，撑开，然后给夹紧。哎呦，哎呦，就是要把四个桶叠加起来。叠起起来？那怎么可能啊？不太可能完成嘛。在这项任务中，每一组完成任务用时少于3分30秒的话，就可以减少40个火罐，否则就视为失败。那谁在下面扶那个桶呢？没有人。有人。有人。凯哥。见笑了。凯哥因为腰不舒服，所以你负责归位道具以及指挥。我觉得他们四个体重差不多，他们四个一组。对，我们四个。你有176，160，那咱俩一样。我俩150，我130。你才130，不可能。真的130？不可能，你得多囊。不要是如此的欺骗自己，我怎么变成这个体重组的了？不至于吧？来吧，第一组第一次挑战。来来来。用力用力用力！不行不行，你试一试那边。那边那边那边，玩意儿不会断吗？下下下！啊，够！好，走，爬起来！爬！喂！等会儿，等会儿！先放到平面上，先放到平面。先放好位置。往那边来，你先放。你先放，放了以后再松，放了以后再松，先放，先放。你先把它放下去。先放。我下不去啊！松松，这边松一点，这边松。3、2、1，走。那太高了，太高了。太高，太高，低一点，低一点。低一点。再伸，往上，往上。OK。哇哇。哎，你们别夹着这凯哥脑袋，别一着急把他脑袋给夹上了，你知道吗？夹过一个人来，我老怕他们弹着我。哎，小心小心，走。稳住，放，对。不是，稳住，还是得低一点。范成，你太低了。白鹿，你得拉，对，往下。飞扬，你往后点。不行，重新加。这个要折。那边要起来。你不能这么低，你回去点，往后退点，志远。很合适，但我好像看到了在遛狗的场面。这是个看谁脖子硬的游戏。
慢！等会儿，冷静！等会儿，往后退，跟人往后退，你俩都整体往后退的。穿。好，露露，你得拉，就你拉，你拉。哎，拉！好！拉开，往上，往拉开，往上走。下，稳着就好了。抬高！等一下！金远志，往你这边。换成了吗？换成了吗？好，就差一点儿。雨欣，哎，慢点。好，低一点，再低，稳住。刚才用时2分40秒，恭喜！接下来轮到我们第二组成员 P 战，咱挑战一下，不挑战？我觉得挑战不了。别挑战了！咋了？你想挑战一把？我不是我想挑战，我是觉得他们青年组完事了，咱们少年组上的时候，少年组对必须要打压他们一下子。当然，要不给他们做一示范吗？难道不是？咱这对角啊，得一样的劲儿。对。你是不是玄乎点儿，山哥？我告诉你，山哥身上全是矿。那不行，那咱俩对不了了。那你跟晨哥，你俩那啥？行，他俩力量行，你俩对角，我俩对角，这样匀称。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们来吧，走吧。凯哥，你稍后注意复位道具和摆放啊。好，刚刚表现不错。谢谢啊。来，咱先试一下，来。别，不用那么大，这劲儿太大了都。走，你瞅着点啊。走，试一下。我跟你说，这把蛇就蛇你身上了。不可能，不能吧？来吧。OK， 好，来吧。下，走。哎呀妈呀！走，来，往这边，往前，好，别动，等会儿，往前点，慢点，等会儿，稳稳的，先放，等会儿，好，往上，哎，你这边一哥，你这边往上走，哇塞，走。这是什么动静？狗刨式！果然爬着比走着快。哎，慢点，太多了，小龙回来点。好，紧，走。哎，再来。还是你多，小龙。太多了，李晨太多了。老沙用力。哎，好，走你，夹住，走你，哎，好嘞，哎，别着急，慢点，上，抬高，等会儿，晨哥，往这边点，晨哥，你过来点，你还得过来点，你人得过来点，小山，你俩得再往后，我俩没法再往后了，我俩都快爬下去了，你俩前面那个凳太多了，别吵了。
盘面。蒋龙，蒋龙来点，蒋龙来点，山哥再来点，好，走你，哎，好。哎，对，先让他自己落上面。哎，对，完了，对了。山哥，他再让你往后，你就跳下去。哎呦我去，走。慢，陈哥，你人得过来点，你得过来点，陈哥。慢，你往那边走。不，你得过来，你得过来。我来，我慢慢来，别着急，你们往后退。你人得过来，你人得过来，人得过来点。站起来，得站起来了，得站起来了，得站起来了。你去哪儿？你下来干嘛？我身子转下来了，太有劲了！回来！乔晨，好，下次收，好，别用力，要掉了，别用力！我去！哎，等会儿，陈哥，你别过来，我们这边能行。等会儿啊，往下吧，下吧，让他先稳一稳。你俩往后转，先放好。哎，要掉。好，好危险。像他们俩在牵着他们俩一样。小龙拉了，好，咱俩顺着让他俩找位置，咱俩先趴着来。哥，你陈哥，你过来，上面咱还得起来，山哥，你得站起来，你必须得站起来了。稳住，你俩控制一下位置，小龙你往前带一带，先别松，别往你们俩那个方向走。怎么你们那儿搁浅了？好的，闪着了！先调整好位置，再站起来。对，对吧？对，咱上来就那么着急，那不行。最好箍在上面。龙龙，你刚才你不能太往前啊！你刚太往前，每次都是往你这边偏。哥，你这边也稍微给点劲儿，你也别给这滑水。哪次不给劲儿啊？这起内讧了。第二次挑战，请准备。要有斗志。少年强则国强，放个我们的风筝，死得漂亮点好不好？破个记录，这给不给劲儿？就说这给不给劲儿 ？OK。深度好睡眠，为奔跑加速，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。
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，一口安慕希超多超活益生菌。本节目由大家都爱吃的米多奇烤箱馍片赞助播出。奔跑不怕痒，擦一下。本节目由999皮炎平赞助播出。乌苏啤酒就是硬核，本节目由乌苏啤酒赞助播出。上 Z 世界奔跑吧部落，参加神秘派对，赢成员上身款服装等神秘大礼。陈晓、陈意涵主演的《火柴小姐和美味先生》Z 世界火热独播中，开启美食的穿梭之旅。好，到赛点了，李晨状态不太好啊。他拿了什么？是安慕希益生菌酸奶，每包添加了11 LGG 活性益生菌。李晨好像恢复了活力，战斗力爆表。太强了，绝杀，冲向巴黎，冲向太空。好喝更有意，一起安慕希。这给不给劲，这给不给劲，就说这给不给劲了。OK OK OK 回，慢点慢点慢，别着急别着急，慢，对，稳稳当当的，慢点慢点慢，别着急别着急，慢，稳稳当当的，对，对，稳稳当当的，反而能行，对吧？好好，往这边点，往这边点，往你那边点，往你那边点。稳稳当当，稳稳当当的。好齐呀！往这边，老沙用劲儿，下，走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稳一点，稳一点，稳一点，找好位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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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往这边，走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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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别动，别动，先别动。天哥，你过来，哥，有点远。不远，春哥，我不远，你往后走。好好好，远，等会儿，我拉了啊，一起使劲。这第三个就得站起来了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到那儿到那边再站。我知道。来来，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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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着急。好好好，收收收，好好收收收收。站起来啊，到那儿到那儿。慢一点啊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点，慢慢慢慢慢慢慢。你俩往那边。哎，乔哥，乔哥，乔哥，你俩往那边。哎，乔哥，乔哥，乔哥。那二位。啊！稳住，稳住。荣哥，你往右，哎呦妈！得往右点儿。你往前趴，对对对，晨哥往这边走点，你俩往右点，对，然后完了咱们还是趴下，哎，别放走了，放走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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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间了，拉了，哎，又过去了，哎呦妈呀，哎呦妈呀，啊，哎呀妈呀，半个桶在外面呢，我们这叫比萨斜塔。老沙使劲儿，好，收，走，别使劲儿，别使劲儿，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还是对，车哥，车哥，车哥过来，来，来，慢，慢，慢点，慢，慢点，哎，绳儿，绳儿，绳儿，不是，你得往前点儿，你往那边走一点。好好好，不是不是，陈哥再往前点，我往了，我往前了，往回往，你俩往后，那你先低一点，先低一点，你俩往后，你俩，好的，站起来，你俩往后，你俩往后站起来，往后站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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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起来。站起来！啊，像一个炸弹要爆炸了一样。偏了偏了，李晨这多了多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可以放了，可以放了，好，可以放了。啊！晨哥对，晨哥对，行不行？
才叫乘风破浪的哥哥。厉害厉害！啊！计时5分40秒，挑战失败。你们至少有了一个成绩，恭喜！听着没有，多恶心！你们至少有一个成绩，不像第一回连成绩都没有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最终的拔火罐了。请各位去洗漱一下，我们即将前往健康养生行程的最后一项。